East Door 东门，嘣！什么鬼啊？到底为什么我身上有个人啊？又怎么了啦，嘉航？上分之日不是啊？我哪一天不是上分之日？你们看我五路的水平，我寇格摩这一场屌压对面，我打野这一场屌压对面，我辅助这场屌压对面，不是，我很明显就不是这个分数的人，而且我不止某一路不是这个分数，我每一路都屌压对面，本来就是该上分的。哎，又是中路又要玩谁？打野又挂个什么提摩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卡牌大师 East Door 东门，哇，对面有宫本武藏哎，纳尔 AD 干这傻小，给他推吧，他那种角色推线比较不舒服。干嘛啊？那很手很痒是不是啊？操杯嘞！干你娘嘞！还在那里躲，操你妈的嘞！啊干，在那 TP 妈的，这是没干用。我们先控着线上六。我们先让自己舒服的上六，然后上六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采取这个不交流策略。刚为什么被灌爆了？不是，到底那人在哪里呀？为什么他不过来啊？飞过来夹他，他妈的，然后他妈一直往旁边跑，在跑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不可以不要送啊？人就到了，他妈的，到底是在他妈送几点的？没关系啦，反正拿到钱的是我。身上怎么有个人啊？什么鬼啊？到底为什么我身上有个人啊？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下去的时候我身上发光啊？他妈身上怎么有个带个人啊？又怎么了啦？战车送爽梅啊！看你还在当白痴当爽梅。一波秒控，直接控到死，太神啦卡牌！干，这队友的视野好难做死。干，你直接闪现是怎样啊？完啦，这太乙肥到跟猪一样，怎么打啊？看到我他就直接撸回来，又怎么了啦？这几个美眉到底是死爽眉？还想跑啊你！
有喽，一波支援。嗯，对面雅宁他也没推，逛了一圈，嘿嘿。回来喽，低端雅宁回来喽。干你娘，吓死我！我以为上面还有别人。又怎么了啦，嘉航？到底是干嘛啦？妈的，163干你娘，整场在那边乱耶！没关系啊，靠我们的这个神奇卡牌支援啊，还是有机会啊，还是有得打。我总是在喝。伊能尔，哎，还想秀啊，雅尼，太神啦，卡神，又把这一把的风向转回来了。他对线只会这边抖，还吸奶，一无是处。硬到哭，直接把他这样跑掉。嘿嘿，他们有个问题，他们后期没有 AD， 我们只要保着这个，我们只要保着这个，保着这个谁打？还好我有他妈的惊人，又被他妈打了。他打人吗？狙击，游戏结束喽。永霜出来直接屌喷，哎，喷在脸上。轰！我的闪现只要抓掉凯伊，基本上对面就狙了。哎，累啊，真的，跟这些白痴打，真他妈的累啊，没年老。哎，我不知道为啥西门现在不玩卡牌了。没有啊，卡牌就是要看队友脸色啊。中路雅宁吸奶一万。到后面每个人都瑟瑟发抖，哎呀，那个卡牌好烦哦。对，那个卡牌好烦，没错。啊，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就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就类似汪汪点赞。都机器人哦。